我要去看房子啦。在等着抢周信哲的票。今天有人来我家练琴。Good morning, guys. Are you recording? Yeah. Oh, shit. 有大帅哥还在我。是呀，我一直在问。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等一下呢，我要去看房子啦。因为我现在住着这一个 unit 呢是 penthouse 三层楼，我一个人住三层楼太大了，而且这一个是我跟我爸爸住的，所以他也没有说我太贵。那最近呢，有一个 China family， 他们想要搬进来这一个 unit， 那我当然就跟我爸爸说，就租给他们啦，我就自己找别的地方住。所以呢，我最近就在找适合的房子和地方，然后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适合的。那我等一下就要去看那个房子，它的大小也很喜欢，因为我东西还蛮多的，我是没有办法住 studio 或者是两房的，我至少要三房或四房，总之是1200 square feet 以上才比较适合我。然后我就希望它等一下那个呢跟照片一模一样，不然我会很失望的。然后再加上呢，我这个星期日又要飞去澳洲，所以整个就很突然，然后时间很 pack， 我又要找地方，又要搬，然后又要出国了。我一这样出又出一个星期，就是出8天。所以我现在先找这些 confirm 了之后，出国回来我就开始要准备搬家咯。所以我最近真的有一点太忙了，头有点痛，希望可以找到有缘的屋子。我刚刚看完房子了，然后我就去我父母家吃晚餐，所以现在才到家。然后那个房子呢跟照片一模一样，非常的喜欢。然后那边的环境很好，就是很安静，然后大自然的声音，所以我还蛮喜欢那一边的。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所以现在我需要开始找一点东西，虽然还没有要搬，但开始慢慢每一天收拾一点点，就不用这么的赶，就是搬家的时候也不用这么的忙手忙脚呀。So, let's go. 大家早上好，然后现在呢在等着抢周信哲的票，这是他的第三场了，然后就要看这一次的 luck 抢不抢得到。噔噔，现在要2点咯，多10秒钟。等一下咯。等着的当中呢，我就在planning 着我的 Australia Sydney 的 trip。有点乱，因为我又要找那种路线，然后又要找那个店几点关，因为 Australia 会比较早关嘛。Yeah, so 我全部要做 research， 然后又要安排排来排去，看看那一天可以去哪里。然后有些店呢那一天又没有开，然后有些店另外一天又没有开呀，所以 it's a bit messy。才说2:05，现在变3点。OK， 转着转着，我不明白，他的票还没有卖完，但是我就是进不到，看来我就只能等到时候，一定有人讲啊，突然不能去啦，然后想要转卖票，每一次演唱会都有这样子的。Yeah, 所以就等那个时候吧。花了我1个小时的时间抢票，不抢了。
我要去做运动了，去跑步一下，感觉最近胖了，所以要做一点运动。我住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多问题，现在呢那个 lift 的板凳按不到，我上不去。他们讲叫着人来修理，所以我就只能坐在这里等下。Good morning， 今天有人来我家练琴。Good morning, guys。已经 afternoon 了，虽然因为我们已经练了一阵子，就是我们下一个 post 的东西。有练一个小时啊？太难了，现在就这么挑战了。我们下一个。我们难是因为我们要背啊。可是我们下一个能干嘛哦？还有哦，下一个哦，我们这一次这样，我们下一个要怎样跳舞吗？可以可以可以，来，我们开始练先。我们从3:15排到现在4:30了哟，哇，终于升了！我们排了，排了不知道几次啊，20-30次。应该都够，我觉得。我剪的时候我算一下，然后你看，手好酸。我们特地买这样的服装一起弹，所以可以去 Instagram 看我们的耶，叫什么作品？自首连弹。拍完东西，直接赶来 KL meet 娜娜跟 Jenny， 因为我们已经约好吃晚餐在这个 Black Basin Cafe。太忙了。我现在要去我父母家，跟他们讲一下我搬家的东西。那 after that， 我就要去 Times Square 买一个 camera lens， 因为它是一个 wide lens， 然后我想带去我的旅行拍 vlog， 这样子我的相机就没有那么的重。因为平时如果我出国拍 vlog 的话呢，都是用我的 DSLR Canon EOS R， 然后 ZV-1 是平时在这里就能拍，因为出国拍风景那一种啊 ，DSLR 会比较美。然后去完 Times Square 就要去买我的胶片，想去那边拍美美的风景照。然后又要去 Mi Valley 换一点 cash， 所以今天基本上一直就是在run 一些 errands 呀。所以我现在要出门啦。我用了19张50块，换了3张100块。屁啦，900块出来换取3张而已，什么意思？Are you recording? Yeah. Shit. You didn't know? No. If I'm not recording, why would I like hold my camera like that? How would I know? You're trying. Maybe you're finding a position and say, "Hey, this position I look as beautiful as this." Okay. Anyways, 现在我要去 Times Square 买我的那个 white lens， 然后想要跟那 uncle 就是讨价还价，可是有点不好意思。Oh my god.这个人哦，真是啊，不懂啊。我买的是这个16mm 的 white lens。也飞行的是这个奥米摩的。好轻哦。你们想会容易的事情。啊，说啊，等我拿给侬看。我这一万就要卖的。想要。多少？等等，要先去 WhatsApp 吗？可以，可以，先去。五波。好艰难。啊，我是好艰难。哪里的？在这里买 lens， 突然间就把这一家卖掉了。拜拜。我刚刚
跑来买这个胶片 Kodak Go 200，以前我买的时候30多块，现在53块，他讲下个月起到60块。Good。哇，我的新 White Lens 太爱了 ！Oh my god， 好看。Focus 快吗？哎呦，可以。Good morning. It's 6:34 in the morning, and 我要载我妹妹去学校，因为我父母等一下要去Johor，然后他们就载不了妹妹去学校，所以我要载她去学校，然后等一下12:30要载她放学，要载回来。Yeah, 所以哇，我很久没有这样早醒来了。I'm starting to learn how to be a parent. Here she comes. I'm home. Gonna continue my sleep. Waiting for my sister. 然后哦，中国朋友跟他全部可以一样样白净，戴眼镜，然后全部穿这。打包给孩子们吃。当当，我现在要帮豆腐洗澡，还有一点不香香了，它不臭，但是就不香，所以就快洗澡了。Shower already， 香香美美哦。孩子被 distract， 背着两只 parrot。Hi Rocky， Hello， Arthur， Arthur， 孩子不理我。嘿，大帅哥还载我。是呀，开很大声，等下版权，等下抓版权。哇，很专业，很专业哦。咕噜有了吗？看你哦。啊？你要就要哦。你要不要？可以啊。你吃咕噜有吗？想要这个。哪一个？我也是要，但是那个我们吃。圈圈。哎，好快。哦，所以你要买这个圆形，它宽，然后它就不会弄到那个人长长，对不对？对啊。然后就可以拍多一点吗？然后我这样子拿着的时候，就看，就整个。哇，还看到我哎！对啊。那你不是要只放看这边哦？我们只看那边的。那可能不会。对啊，就看那边喽。不过只看这一次就可以。我一直在录哎。我以为你修给我看看好了。我刚刚到家啦，因为我明天就要飞了，所以 Mac 就找我吃个午餐这样。然后我现在回来呢，就要直接剪片，然后晚上要把我两只猫 pass 给我一个很爱猫的朋友，他很爱猫，可是他没有猫，所以我就让他享受一下霸天和猫一起生活的日子。而且我的猫是那种很慢炸的，所以他一定会爱死我的猫，会让他更加的想要养猫 ，Yeah。然后呢，我的 vlog basically 就是这样。下一个 vlog 呢，就是我的 solo Sydney trip 的 vlog。So 敬请期待吧。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log。